这期视频啊，给大家介绍一家位于南非的立体种植农场。这个农场的名字叫 Can Agri，他们以样板农场运营和技术输出为主，采用机制育苗、营养液种植。这个农场的亮点就是高高的立体种植墙。大宇总结啊，这个农场也是一家非常保眼福的农场，但是目前在国内，还是以罐罐为主，用于生产的话，成本还是太高了。